六年级下学期 Old Folks at Home。 OK， 这首歌是很温柔的歌，温柔的。 OK， 我们先从头吹一次给你听一次。 OK， 听一次好不好听一下，不好听不要练了，也不是啊，不好听也是要练的，可能你老师让你考试说不定，对不对？嘿，再次练一下啊，听一次，一二三 Go。还蛮好听的，说真的，真的 OK。他的那个歌曲的弱跟强，我觉得我蛮喜欢的那铺排，弱啊，接着后面弱啊，强起来就哦，一路下去。好，我们一样一段一段分句练，好不好？当你觉得哪一段你特别不喜欢，你可以倒转回去多听一次这一几段，多看几次几次，放大看 OK， 暂停的看，然后多练一下那一段，可以再继续跟下去。如果是不行的话，你就不是不要练。不行的话，休息一下，继续练，多练几次。OK， 好，来准备第一句。哎，好嘞，一、二、三 ，Go。一、二、三 ，Go。好，换气，然后就后面一段，第二段了，很容易。一、二、三 ，Go。这边呢最难应该就是这个 C 吧 ，E C 常会变成漏洞没按好 ，OK， 所以你可以单独练一下这个 E C E C。哎呀，掉第几张了？耶、yeah! ！好，你可以多练几次这个 E C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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不是 easy 啊。OK，E C 单独练这个 E C， 练到你可以马上按好。哎，吹得好的时候再继续。OK， 好，我们这一段试试，一、二、三 ，Go。休止符吸气，后面呢这一句跟上面一句是一样的，一、二、三 ，Go。一样的吗？然后后面一、二、三 ，Go。OK， 你找上面一句的 E C 有好好练习的话，那这边这 E C 也不会有什么问题的，好不好？超容易的。好，后面再来第三行哦，准备一、二、三。哦，这边要开始强一点了，它的音也开始往上跑，声音也强出来，所以就是歌曲到这边的时候比较激动一点，温柔中带激动，温柔激动。OK， 那种感觉。OK， 准备第三行开始，一、二、三 ，Go。再一次，音不难，就是跳来跳去的，一、二、三 ，Go。再继续下去，一、二、三 ，Go。呜，吹错音，一、二、三 ，Go。再次，一、二。三 ，Go。好，再来后面呢？你书本第四行跟第二行，我看一下，
一样的东西，真的一样的，没有骗你一样的。然后吹这个你听啊，准备两行，两段一起吹的，一、二、三 ，Go。再一次，一、二、三 ，Go。是不是一样的？吹干嘛？浪费时间。OK， 所以你上面有认真练好的话，下面这句根本不用练。好，我们整首歌由头吹一次，准备啊，一起来了，一、二、三 ，Go。刚刚后面有点吹的不是按人啊，没关系啊，不理他，你吹的好就好嘛，对不对？那边自己练好点了 ，OK， 拜拜，就这样，加油。